实际上手术过程因为是蛮复杂的，就是它的步骤其实是蛮繁复的，所以从骨膜下剥离到骨骼切开到固定，老实说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对神经造成拉扯或挤压这些状况。那有没有什么器械可以避免呢？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在每个手术细节上做最大的小心注意。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，我们术前呢，如果可以常规的做电脑断层的影像，像这样子一个电脑断层影像，它可以辅助医生了解说，哦，这个案例它神经下视槽神经走的位置在那边，在哪边。那对术前对于神经的解剖比较清楚的时候，医师在每一个施作的步骤就可以小心的去避开。那这个部分，我想对于减少神经伤害应该是帮助比较大的。那特殊的器材或设备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不是很重要的部分。